大家好，我现在来到的是第22届 PNE 的这个展会的现场啊，这个也是国内最早，然后在影像器材这一块做的最资深的大型的摄影器材展览会，每年都会在北京开幕。那么今天呢是在北京的展览馆开幕，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看有什么样的好的产品，有一些好的活动跟大家来介绍。今年是第22届的 PNE 展会啊，那这个展其实是不收费的，大家在现场可以通过微信扫码，然后去填一些个人资料，就可以免费拿到一个入场券。然后我有一个入场券，我们可以看它开始进展馆了。如果是普通的用户，你的这个你的证件需要扫一下码，然后主办方会记录一下你的这个数量，然后每一次展会结束也会公布一下每一届那么来参展的人数到底是多少。那么这一次的话，我拿到这个证是，其实我每年拿的都是这个证，所以不用扫码直接进来了。